前去看到刚刚我在服用什么样的产品吗？这个就是我最近在入手的这个 Aston Marie， OK， 这个呢是一款百香果口味的口服产品。先来讲一讲我自己本身呢为什么会服用这一个产品呢？我主要呢我去服用这产品呢，我看到它自己本身可以帮助我们抗衰老，而且它还可以帮我们激活跟修复我们这一个细胞。对于像我这样子爱美的人来讲呢，这一盒是非常非常好的。而且重点，它还可以帮我们去预防这一个病毒的那个感染。同时呢，它是可以帮我提升我自己本身的身体的免疫能力的。And then 我服用的方法呢，就是我每一天都是会吃两包的。然后它的服用方法还是很简单，就是你把这一个开起来，直接倒进你嘴巴，然后含着又或者是喝水下去，基本上就 OK 了的。然后我觉得它的味道是非常 acceptable 的啦，不会讲说哎，你去吃这种口服产品啊，然后它的味道会怪啊这样子，不会，它就是那个百香果的淡淡的那个果香味，很好吃。